像六个男孩。他说母亲中间他是最美好的意外。渐渐打开他全身依赖，他对他印象不赖。后来两人彼此明白，最后他们相爱。突然距离迫使他和他分开，他和他先离开。外他站在地球的另一边看月亮，他躺在巴黎的海滩上晒太阳。说是我跨过大海越过山来，却也只能相望。他说你喜欢去到遥远的地方，他说没关系，我陪你一起流浪。路途遥远也罢，艰辛也罢，只要你在身旁。放下光